大家 case 啊 ，Hello 阿茂波，我哋今日嚟玩心理测验，哇，好得意啊！唔知点解咧，而家喺呢个 IG 啦，喺呢一个 Facebook 啦，喺啲 WhatsApp group 啦，咩 group 度啦，系咁 send 呢一个测验出嚟喎。咩有好多咩嚟？有啊，中咗好多，唔知系咪越睇越多？呢个咩嚟嘅？呢个系呢个系一个咧喺台北嘅一个展览啦，就系一个设计展咧之前出嘅一个好似心理测验咁嘅嘢啦。咁咧佢就去测试咧，你究竟系一个边个圈入边范围嘅嘢咧？咁佢会问一啲好得意嘅问题，跟住之后咧就会分析哦，原来你系咩属性嘅，咩属性嘅人咁样样啦。嗱，呢个设计展咧，应该咧就系喺呢个新北嘅叫圈起来个设计展。我哋嚟緊去台灣可以去睇喎呢個設計，有機會啊嘛！睇下會唔會去過去嘅時候有機會去睇啊！但係咧，我哋今日嚟玩下呢一個測試先，找找圈內人啊，測你自帶什麼屬性，嗰啲題目好奇怪嘅。好得意咯！其實佢嘅意思係，你撳入去就知噶啦。你先，我先啊！你先啊！我先係嘛？現在你將開始一段旅程，深呼吸，放鬆下來，探索內心最原始嘅慾望同想法。最原始欲望嘅啫嘛，你有咩？从迷糊中醒来，你发觉自己正在一列列车上面，窗外风光明媚。你静静咁感受咗一阵之后，然后你点解冇得揿嘅下？可以噶，你揿。不去猜测目的地，等待未知嘅惊喜。起身寻找路线，确认车要去边度。咦，其实我可以同你一齐睇噶咯。可以啊，但你睇下你阵间你搭嘅嘢唔同咯。咁油嘢得两个答案啫，凭直觉啦。我嘅直觉，我系一个双鱼，我系一个双鱼座，我有两个唔同嘅 feel。呢个啦，我拣呢个，我想拣呢个。前方入边有一座布满大大小小坠落嘅山，你决定落车睇下山上面边一种嘅氛围令你更加开心咧？人声呢、這个好，即系好多人，好多铺头啦，悠闲啦，我中意悠闲啦。OK， 哇，我只猫，只猫好多只眼。山嘅入口系一座神秘嘅佛坑啊，系嘛？进去之后咧，你被突然冲出嘅一窝小蛙吓亲啊！哇，好彩唔系咩恐怖野生生物，咁少唔知道佢哋要去边度咧？哇，好难答喎呢答喎！跟直觉，跟直觉，跟唔到直觉，成日跟直觉啊！冇咁惊，走入去呢个坑道，你发觉咧，终于有一只大象啊！佢因为烦恼而散发咗一个强烈嘅负能量，佢点解会喺度？我应唔应该走咧？哇，佢好似要唔要关心佢？我觉得我会走喎、啊，大象。好久都冇看到人啦，忍唔住同你诉苦诉说起自己遇到嘅鸟事。鸟啊，大鸟遇到鸟事啊！而你啊，好同情大鸟，忍唔住帮佢谂谂想办法，表面上听，但系老早就神游，帮佢谂下办法咯。我中意。出咗个洞口啊，冒出咗一个老人啊，佢邀请你喺四杯茶里面拣一副佢最喜欢嘅，于是你问好多问题，你有个认真听老人嘅介绍，然后品下茶啊，我哋。老人就将佢最喜欢的茶叶送给你，顺便就推荐你去看温泉的小海豹。你会将小海豹行程写入去啊，跟住之后安排时间睇，定系将小海豹放在心上面睇心情啦、啊。睇时机去咯。出嚟之后啊，你截咗一架的士啊，但系每一个路标都写住一样嘅路名，连司机都迷路。呢、這个时候咧就会啊。帮忙看路同蛛丝马迹都做咗差异，哇！好笑啊，呢、這个一定系做咗咩架啊？我会揾路嘅，我会 OK 揾路。呢个时候啊，前面啊出现咗两条一模一样嘅老街，你会想要走进边一条街、哦？可以用第一人称体验每一个人生活嘅街，可以用上帝视角观察每个人生活嘅街。上帝视角啊，哦，哇，嗰张图有唔同嘅，死啦！咦，系喎、啊，死啦！头先拣咗咁耐，其实头先系咪有唔同噶 ？OK， 上帝视角，你到咗一间糕饼店啊，稍作休息，隔篱嘅人喺度倾偈啊。哪一个话题会让你忍不住？点样偷听啊？如果隔篱有人倾偈，咩话题我都啱听。我理佢系做咩？洗菜嘅方法，火箭嘅骨架，甜甜圈嘅口味，玄学魔法，公平嘅代价，发光嘅大竹笋。呢个好似好吸引，好想听。发光大竹笋，发光大竹笋，好想听。继续走到街嘅尽头，出现咗一片金色嘅海啊！你会选择探索海滩，拍下路上发现嘅嘢，找个地方坐低静静，唉，拍一下呢啲职业病啊！你系呢个舒服嘅，喂，点解好似十二题，好似答完未答完嘅？到啦，转到咩题啦？喺舒服嘅海风之中，你唔小心瞓着咗喺个迷糊中醒来，你发现自己喺一个列车上面，窗外嘅风光明媚，你不禁发现呢一切又循环咗啦。诶，咁咪可以去拣另外一个选咯。好想知道呢一个会重复几多次？哇，呢一个内心好挣扎。呢个好挣扎喎，呢个答案。
我覺得會係第二個，會諗啊，仲要幾多次咧？呢一題就完啦。於是乎咧，呢一度一覺醒翻，你仲記唔記得你個名字啊？打唔到自己個名字。究竟你咩屬性咧？究竟係咩屬性咧？我哋睇下我係咩屬性先。你天生嘅屬性。政策中。電系圈啊，天生就運啊！乜嘢啊？你嘅內心係情緒可以食嘅咩？唔好靠近我，不合理。這個理論超酷，超正！這個直接電視，這個直接電視意思是喂，為什麼我看不明白的？你的 外在特徵，人們看到你的時候，你說話會超直，而且會突破萬牆啊！你會突破萬牆，突破萬牆大師，思想的巨人，很多東西想 okay, 但是一個生活白痴來的。哇，好準啊，不懂用洗衣機啊。我懂用洗衣機啊，但不用的，我不用而已，留給我用。討厭大多數人，是討厭人類，我們要稀有的異類創作者，職業炒家王。哦，什麼叫職業炒家王？即是天生就跟別人吵叫很厲害的人。 OK, 夢想歸人山林。你的夢想是不是歸人山林？這個是外在特徵，我內心是一個就在想這些東西，不要靠近我，不要嚇你這樣。我的內心的深處在想什麼呢？哇，好正啊，這個理論完全不知道。喂，好其實咧，佢依一度有講外在啦，你可以睇下咧同自己 match 唔 match 啦。跟住呢個就係你要有啲內心獨白噶嘛。下邊咧下落少少啦，你見到啲圖案噶嘛？其實咧佢咪有啲咩屬性相吸咁樣咧？即係同邊啲人可以同邊啲人可以傾得嘅？即係如果啊，我一陣間測咗出嚟，我係超能圈同幽靈圈，我哋唔夾嘅。嗱好啦，首先大家睇下，大家自己測完之後話俾我聽，你究竟係咩同我夾唔夾？唔夾嘅話行開少少。嗱我係同飛行圈同埋冰系圈。好啦，我唔知咩叫飛行圈同冰系圈。喂，到我玩啦咁。到你啊。你呢個？佢啲題目係咪一樣嘅？一樣。哦，一樣嘅喎。所以我應該看快啲，喺呢個門入邊咧，發現咗自己架車度，你靜靜地感受一陣。我覺得冇咩係，我見到咧佢介紹咧，佢係有一個叫貓係。頭先喺度話我慢，諗一諗啊嘛，跟住有啲山，我咩諗得耐？我決定落車，咁邊樣會覺得好開心？多人啊，去傾偈啊！哇，好細粒啊！佢哋要去邊度啊？我一定會睇下佢哋去邊啊！勁 Q 啊！呢個寫街度見到老鼠，佢都係咁諗。跟住見到只我唔明點解啊？好啦，問下佢啦，唯有我哋啲答案真係爭好遠啊！扮曬嘢，但係咧已經飄走咗咯，我應該。我想講咧，有個無啦啦行到去洞口，有個路人出嚟，跟住叫我估咧，我一定唔會理佢咯。其實我即刻走咯。係啊，你仲要係估佢中意邊杯茶？係啊，我會扮聽，但係其實我冇聽咯。OK。跟住之後咧，老人家就將佢嘅茶葉送俾我，仲叫我睇小海豹添。會寫 schedule 同埋一個就我都唔寫嘅，擺心啦。OK。出嚟之後有架車啊，每一個路牌寫一樣嘅名字啊，一定係中結界，因為我一定唔會幫手睇路，我一定要係自己睇啦。第一身偷聽隔離嗰間聽，你想聽啲咩啊？我聽呢、這個，我聽啲無聊嘢，我中意睇發哥嘅大竹筍，我頭先已經想聽。我都想聽發哥大竹筍有咩聽，你一定會影低我哋。係咯，但我可能會探索咯。因為馬布永遠咧，我哋出去拍嘢嘅時候咧，馬布都係咧，我話你係咪要影嘢？我唔記得咗，我就掛住。望下，咁我可能系靜靜咁欣賞。唔係，你唔知道咗邊咯，你個人。我想知道佢會重複幾多次。O、okay, K， 好嚟啦，睇下你係咩啦。幫我打唔該 ，M A B O。O、okay, K， 嚟料啦。第一波我想夾到。我覺得頭先，等先，記唔記得頭先我話嗰兩個係咩啊？我唔夾嗰兩個邊兩個？幽靈同埋幽靈係唔夾嘅。O K O K O K O K， 即係中咗要分手啊！係啊，咁又唔使。我哋每一次都中噶，你睇住咧，俾你諗到邊個？大家都係二揀一啫。你係北咗，玩爛咗，答問題都玩爛咗只 game。點解你可以咁多輕嘅？一隻網頁 game 你都可以咁輕佢，係咩玩？點解嘅？點解會輕咗嘅？點做到啊？我想問，你會答錯咗噶？第二次唔知喎，我根據我自己記憶嘅，但佢輕咗。佢咪唔想俾你知道答案？喂，有啦，土系喎，土系，咩土系圈啊？土系唔系喎？我天生就运土系圈，我天生就运系咁解。我就系喺一圈。因为我哋两个冇乜特别咩相吸相克咁样喎。我哋可以有 common friend 啊，因为我哋都系同火系圈 friend 嘅朋友。唔系，我同火系圈唔 friend。
咩啊？你我係同冰系圈。哦、oh, ，sorry。我哋同唔同性格嘅人，我中意啲冰系，你中意火系。我嘅外在特征係外表無害嘅狠人。狠人，原來你係。通常會有黑眼圈。通常有黑眼圈，理想嘅哲學家。自帶動物感係咩嚟嘅？扎扎。哎呀，點解嘅？我唔扎㗎。因為我覺得唔準，我覺得麻布咪答錯咗。麻布絕對唔係一個完美主義病啊，佢係我有病啫。佢只係隨佢係隨心嘅嚇。邊喊邊將事情做。啊，呢個似啊，呢個似啊，呢個似啊，似。對自己同別人都好寬容，明明就係咁。哦，討厭重複，我真係好討厭重複㗎。OK， 嗱，佢嘅內心係咩啊？快到快到了啦！世界由我嚟拯救啦！哇，咁中意嘅。受傷了，想瞓覺，想瞓覺，再講啦，再講啦，都好 hea 喎 ，feel 唔 feel 到啊？好 hea， 四個都好 hea， 我哋 save 埋呢張嘢先，貼翻喺 IG， 我覺得可以。可以同我做朋友嘅火系同埋水系，雙黑嘅係鋼系同埋風系。哦，好想知道埋其他，好想知道埋其他系究竟係有啲咩喎？火系咪即係嗰啲大家睇黃道賣漫畫嘅男主角多數都係火系？冰系就系嗰啲女主角啊！呢个小游戏就嚟到呢度啦，最后尾咧就测试咗，我觉得咧我嘅特征系有黑眼圈，你就系唔识用洗衣机。嗱，中意嘅朋友仔，我系思想嘅巨人啊！唔系啊，你得思想，但系你系生活嘅白痴，唔合理啊！咩？我要跟翻我嗰句对白啊！唔合理啊！唔合理，内心深处谂，唔好靠近我啊！你。走啊！呢个嘢几得意嘅，有兴趣自己去试下玩下啦。跟住话翻俾我听，你系乜乜嘅圈嘅人啦？话俾我听，究竟有冇飞行系同埋冰系嘅朋友可以同我 friend 啲啊？吓，如果你测咗超能系同幽灵系，就唔好过嚟我度。应该会闹交。系咪应该会闹交？同埋睇下下个礼拜去旅行，睇下会唔会过嚟呢个节目睇下先。好，记住俾翻个 like 俾我哋，同埋个翻通知啦。拜拜。